Hello， 这应该算是最近连连被夸赞的菜了，蒜香奶油味真的很浓郁，而且会越吃越上瘾，配意大利面吃真的太绝了。准备一些大虾，我用了有25只，去掉虾头和虾壳，然后再把虾线也去一下，再加盐和黑胡椒粉拌匀。锅里放一块黄油，可以再加1:1的橄榄油，再加入虾头炒成虾油，做出来的会特别的香。用熬出来的虾油再加蒜末爆香，再倒入虾仁，把两面都煎到金黄。可以再加一点黑胡椒粉和红甜椒粉，再倒入淡奶油，让大虾都包裹上淡奶油，再加入牛奶煮个1分钟就可以，撒上欧芹碎，没有的也可以用香菜代替，最后再盛出来。这样做出来的虾仁特别的浓郁，不管是拌米饭还是拌意大利面都特别香，而且吃起来也不会腻。